幽灵幻想社游，今天继续来玩妖灵。幽灵这个游戏啊，它真的很耐玩，很多东西都很耐玩，像是它有什么，反正很多东西。我们今天讲一下什么是挖矿，好吧？大家我们就有挖矿，免费有免费但是挖矿机也可以升级。啊，这边可能要先 download 一下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们可以先 download 简单，你可以去掠夺一些简单的。真的。这个叫什么？剑龙王摩拜的霸主。我是蛮想先讲挖矿系统的。你们先等等啊，因为它很像在内建当中。有时候会比较卡一点，啊，我该不会又卡了吧？哎呀，我才那个一下而已。天哪，我真的会生气呀！挖矿一下回来就宕机了。你讲挖矿怎么样？这挖矿是真的没有背景吗？好奇怪的感觉。对啊，你这样就没有背景。好啦啦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。我们自己也可以买东西。先玩给我。很耐玩啊。